喂喂喂，有听到吗？喂喂，有听到吗？小庄哥来的。有听到吗？好了就去吧。你要结账？喂喂喂，不好意思哦，刚有杂讯，所以 delay 了一下哈，我们比赛准备开始。有人在吗？第一次直播哦，所以刚刚杂讯没有处理好，不好意思。现在准备开始哦。今天的裁判是我们本馆的中班美丽的小妹妹啊，刘依婷。哎，我们选手先拍一张照吧。现在比球正式开始哦。
清洁好。比球不要投获胜哦，不要投先开球。今天的比赛抢11局。第一班的冲球一号没进哦。与此同时，那个1993目前也正在进行另外一场直播哦，由 FSR 面对我们的许瑞安哦，两边都可以切换的帮我们台湾的选手加油。防守，哎，中午好。好，比亚多打了一个简单的防守啊。有形成一个 lucky 吗？欸，各位球友，目前现场收音都 OK 吗？会不会太大声，还太小声？不接。还是形成一个吊球哈。简单的两颗星勾母球留在下方，我直接切到，我形成呛死，声音 OK 哈？没有，我声音比较小，因为怕太大声有点尴尬。现场都没有音乐，全部都关掉了。进来的球友们可以帮忙分享一下哦。你说手麦的声音很小吗？那我讲话大声一点。我觉得太小声了。这样子呢？这样子呢？这样子有 OK 吗？没有人反馈我一下。Hello, hello.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五座六，五座六看是选择三颗星还是直接拉横台一颗星？他应该是选择横台一颗星回去哦。谢谢阿里妈刚刚来支援哈，谢谢谢谢。六号球有点偏直，推杆两颗星。
昨天大家有看卡罗在1993打的比赛吗？哦，状况也是非常好哦，刚拿下冠军，果然不一样。哦，这个球偏低杆哦，八号球角度太大了。嗯，八九碰难度很高，应该也是会选择左上方的底带哦。那个 FS 啊，现在在1993哦，所以大概是我们这边两场之后的第三场，应该时间会落在晚上的5点左右吧，看这边的赛事的进度怎样。嗯，九号球大角度哦。哦，没有问题哦。今天现场也来了很多球友哦，给大家看一下，一早就来观赛了。哎，各位球友，如果进九号球，大家一起掌个声好不好？不用吝啬哦。今天的裁判是我们中班的妹妹哈，刘依婷，她已经连续上班好几天了，相当辛苦哦。现在卡罗的第二场，第二局的冲球，这一次一号标准进中带连接球，连接球二号是个大角度的拨球，三号的路线被四号挡住了，我们来看卡罗怎么处理这个二号球。又小声了，那我这样子呢？因为起床就来了，早餐都还没有吃，午餐的午餐也还没吃。哇，好球啊！再跑的话，母球，哦，刚刚好替代哦，非常漂亮哦。果然是拿下台北公开赛冠军的好手，准度相当好。二座山处理完之后，整盘球应该就是豁然开朗了，就看五座六。五座六做潜水哦，横过去六号应该坐右上方的底带。现在还是太小声吗？哦，他直接推哦，这样更漂亮。你说小鸟嘛，他今天应该不敢比战哦。对，等一下比战又被客蛋。卡罗气势相当强，他是不是又想要请刘云成吃一个蛋呢？我已经很大声的了。再大声我就要唱歌了。哎呀，这个球八号，他应该是要打片带，然后母球一颗先拉上来。小鸟面对他的第二场比赛，迎来了他的第一局。看这个关键的八号球，好球！帅哦，小鸟开壶喽！
小庄哥，小庄哥，他说手麦再大一点是调哪一个？对，他们嫌我的声音，嫌我声音太小。这个吗？这一颗吗？你要不要吃点什么？啊，有什么可以吃？有点什么可以吃？啊，现在不是什么变种。总会要不要？他们刚买。总会要不要？好，那你。啊？不是，就是另外一个陈中文。那目前比数战成1-1哈。一要标准进中带，但是连接球二号应该是不知道能不能保得到哈。切换一下画面看看，二号球应该是可以保到一点点，对，这个角度比较清楚哈。但直接打母球可能不好闪，看小鸟怎么进攻还是怎么防守。哦，还可以过，我没有拼进哦，看有没有形成啊，五号 lucky。哎呦，打的薄了一点哦，看有没有形成 lucky 的。放枪了。我没有去印尼比赛哦，我主要还是以台湾的比赛为主，出国就暂时不考虑了，因为球场刚开始哦，有点忙，没有时间可以好好专心练球。台北公开赛也是啊，本来想好好准备，可是厂商太多了，对啊，就随便练了一两天，然后就比了，所以。连32都没进，太惨了。在线的朋友有空的话，可以帮我分享一下哦。4-6是关键哦，尽量做到潜水。个人建议可以碰两颗星比较好。哦，不够第一根哦，他走中带的前面也可以，但是这样子的话。拉杆的话还是一样要碰一颗星哦，七号的话应该看他是要做远距离保球还是要做右上方的底带哦，两个选择都可以。哦，他选择大力拉，那就是哦这个拉也没有拉到，下塞也不够。对，还可以啦，专心固定顺势就做到八号球了。哦，准度相当好。哦、有人知道 Carlo 几岁吗？应该比我小吧。对啊 ，Carlo 有40岁吗？还是30几岁？然后来到第三局的9号球，没问题哦。现场的朋友都相当的踊跃哈。给你们来一个特写，啊，给现场的朋友来个特写。他还小我2岁哦，哇，我真正真惨。这个球一号虽然进中带，但是明显母球打点偏薄了哈，所以母球留在球台的下方，形成了一个吊球。看push需要push到哪边呢？
布莱这边，嗯，二号看能打到整颗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灌整颗母球顿推下去，看能不能用46来形成阻挡。分享理由，对啊，我那时候没有想到啦，对啊，现在要加码嘛，可是我也没有东西送、欸，我只有台北公开赛的制服而已，还是有人想要我们球队的制服吗？有人想要我们球队的制服吗？哦，有成人有自己帮我加码就对了。哦，了解了解，我可能没有追到这一趴。哦，公开分享的话，我们有 Focus Pro 赞助的礼物哦。哦，在线的选手哦，在线的球迷们，我们用力分享起来。来看这个两颗星解球有没有形成 Lucky？ 哦，没有哦，还可以进攻。来，下午好，下午好。哦，陈恩有说会送台北公开赛的衣服哦。我们杰米副董也可以加码哦，可以送我们球队的衣服。如果大家有想要的话，我们球队衣服应该算蛮好看的。周建廷，下午好。送比亚多的签名球，可以送我的签名球吗？好球！这组关键看基座趴的组合球。6号做这个角度，7号是不是能单独进攻左下角地带呢？如果可以的话，三颗星刚刚好可以哦。这个力道是要做七界八吗？这个角度七界八不知道可不可以，好像还可以哦。刚刚好哦，非常漂亮。七号球如果偏直的话，看要拉杆做中带，还是顿推两颗星做七九同带？对，看他怎么选择哈、哦。哦，简单的拉杆中带。我们这一张公牛的中带非常小哦，所以打中带都要特别的注意。没问题哦，3-1。废话，改分数这么简单。对呀、啊。可以可以，你请红玉，他要用电脑，你带他去后面用。哦，你也要球队对付吗？没关系，到时候有抽分享礼的时候，我再跟陈恩对接一下，看怎么样加入我们球队的衣服，要拿几件出来让球迷朋友抽这样。那个小猴子是小庄哥帮我贴上去的，他本来选了一个超丑的，这个可爱的是我自己选的。哎 ，Color 的第四盘冲球。哎呦，这次就切得不错，一号也是标准金中带，七号不要挡，七号啊，七号挡起来好了啦，啊，七号刚好可以，二号刚好可以过哈。这个冲球的技巧，其实我本身有时候也冲得好，有时候冲不好。这个在线上指导的话，好像有点难了，要不要你来球馆找我，我当面教你比较快。
看这个耳后的稳定性，好球。三号这个角度，低杆两颗星哦，三四同带。注意不要母球坐到八号背娃娃就可以了。哎呀，我忘记说不要坐到八号吊球。哇，这个吊这样一颗星还可以吗？一颗星还可以就还好哈。如果黏住的话，应该就很难解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可惜了，鸟哥的机会来了哦。这个球太狠了，居然解禁。可惜运气不好哦，母球一样进中袋哦。哥感觉手还有点僵硬哦，要赶快调试过来哦。来中杆，再来两三步 ，OK。哦，这个公牛的球桌算比一般的阿库拉还会弹哦，对，所以选手在打的时候要特别调试一下。好，八号球没问题哦，九号球中距离。真的喜欢我们的衣服、哦、那是不是表示我做得不错？对，我也觉得我们的制服蛮好看的、哦。哎，鸟哥顺利打进九号球、哦、现在比数战成3-2、哦、如果大家都喜欢，我就拿个几件出来给大家抽哦。那抽中的话，到时候再问大家的 size。鸟哥加油！加了蛋。哎，现在刘运成的第三次冲球。先看场上哦，一号球一样有进哦，现在二七碰有难度。哦，小鸟选择一个灌球哦，还要形成一个 lucky 的吊球。那是那个我们选手的儿子，给他叫他不要过去球台另一边就可以了，不要影响到就好。来 ，Carlo 一颗星，看能不能解禁哦。他们菲律宾选手的颗星也是非常好，是看一颗星还是两颗星？我选择两颗星哦，形成一个 safe， 应该还可以灌底袋哦。如果可以灌底袋的话，母球简单一颗星绕过三号就可以做到二三同带，看到没有？不是二三同带，是三号球左下方底袋。蝴蝶灌吗？哎 ，lucky 哦。现在我们的直播人数才400人，对，是不是大家都没有帮我们分享出去呢？赶快动动你的小手指头，
还是因为1993那边也是跟我们这样同时间在播，对，所以人数可能有稍微冲击到一点。哦，看这个3号打进带到6号球，哦，没有很小心哦，又形成一个吊球，看跳球能不能跳进。跳的偏薄一点哦，看4号应该是中带哦，这个中带其实公牛这张球桌45度角这个中带其实就很难打，对。可以的，我们跟1993算是兄弟球场，所以没关系哦，大家一起冲人数哦。来看这个5座6，选择推杆，好球啊，这个反赛一点点的效果，哦，有出来。球哦，八号球自然的角度哦，看要推两颗星都可以。我选择低杆两颗星、三颗星。九号做得非常漂亮哦，4-2喽，好球。我们有来现场观赛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哦，选手排球的时候，或者是裁判排球的时候，或者是选手叫暂停的时候再出入哦，不然我们的主播桌刚好在大门门口，对啊，出入的话可能会影响到选手出杆哦，再注意一下，如果有晚一点要来现场观赛的朋友，要注意一下这一点。不知道哎，欸，有人问我说，鸟哥，等一下会喊暂停吗？希望是不要喊，追上来就可以了哈。来，卡罗的第5次冲球。哎，欸，这个挤压过头了哈，1号碰到另一边的带角。形成一个长距离的一号，还可以进攻哦。鸟哥要好好把握这次的机会喽。但是一号也有没有又没有很直，要打一点量的哦，母球才会杀得住。但是母球不好出杆，对，这颗难度非常高哦。对，看一下鸟哥怎么处理。打得偏薄了哦，还是一个 lucky 的进球哦。2座3难度也相当高哦，如果要进攻的话应该是打进2号母球，推到球台的上方哦，看要哪边底带可以选择。对，还是轻推右塞一颗星呢，选择右塞一颗星哦，这个落后的时候手在紧的时候，这种球非常难打哦。对，那种反赛进球的角度，对啊，那个手腕要相当的好。个人是比较建议在落后紧张的时候，尽量用顺杆去打，进球率会成功率比较高。好，
来卡罗一样的角度哦，看他怎么选择。他也是选择轻轻的两颗星，好球。对啊，这就是领先者跟落后的微妙的差距哦。领先的人就比较放胆，可以放胆打这种轻柔的杆法。四号应该是横移过来做另一边的冲带哦。两颗星哦，两颗星的角度更漂亮哦。这一盘应该没意外，卡罗又拿下了哦。对，哎，七号做成直球，顺势的 follow 下去就可以了，尽量不要做到八号直球就 OK 了。嗯，直球 OK 了，定根九号中带。九号顺利打进哈，比数战成5-2。看来鸟哥完全没有想要暂停的那个冲动，对。虽然今天是自己的球场直播了，对，所以我要去尿尿也是可以的。今天就不用再忍受膀胱之苦了。你是说啤酒吗？不行啊，我第四场还要打，但你揪嘴。现在卡罗的第六次的冲球，哦，这个球，等一下先来看一号是不是形成吊球，还可以简单的卡拉口哦。这个球一冲出去，力量就明显那个细了哦，力量没有灌出去，所以。对，一号就没有进。哎呀，这个球他居然会失误，对，形成一个 safe 哦。哎，鸟哥，看能不能把握这一次可以好好防守的机会。如果一号可以打左边薄球的话，母球看能不能下去。最好的方式是母球躲在七号后面哦。有没有？哦，还可以啦哦。但是这个一颗星勾的角度是不是有没有被九号球影响到？应该还是可以，还是可以卡那口哦。哇，真的五球，哇，真的被他勾进。这个二号球也是非常高难度哦，抬高后跟。哦，还没有直球，那可以轻推哦。用还可以推的话，难度就相对的降低了哦。稳定性的表现，没有稳定性哦，差了一点。那这球难度真的蛮高的哦。我们来看鸟科这颗球哦，
这个球要控制母球两颗星都在球台的正中央，或者是打大力的话，我会选择大力四颗星哦，绕左上方的两个底带，然后跟左下角的两个底带，然后四颗星弹上来做三号，看他怎么选择。哦，他选择轻 ，OK， 准度很好哦。小心母球，小心母球 ，OK， 100分的角度。打进三号低杆两颗星哦，做四号右上方底带，一颗星也可以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那种低杆两颗星这种顺赛的击球点，像这种紧张的时候打这种反赛，然后又轻推一颗星的，我个人是比较会失误的。每个人的习惯性不一样。好，六号的角度也不错，有很多种路线哦。对，推或拉都可以，看他怎么选择自己最有把握的杆法。哇，再来轻的。哦，好球，这个力道控制的非常棒哦。可以，稍微一点身材球哦。选择我师弟的武器哈，猪哥爬，专心固定。好，没有问题哦。哎，鸟哥可以追回一局了。好，比数变成3-5落后。对啊，我师弟是天蓬大元帅，他的武器就是猪哥爬。大家都很专心在看比赛哦，那我哪会跟我拉一下比赛？我一直讲球，我也觉得有点无趣。今天不像台北公开赛那么正规的直播哦，还有摩斯一起直播，所以要比较不能讲一些无谓博。那今天是我们自己球场的直播哦，所以大家要聊天可以踊跃哦。来，我们再来是鸟哥的第四次开球哦。一号也差一点哦，挤压的不够，碰在中带前哦。是正式，今天的比赛是我们杰米Pro中班的妹妹哦，刘怡婷。是也是正式的比赛啦，只是直播的系统就是我们杰米Pro输出而已，没有其他正式的有线电视这样，还是无线电视。对啊，所以我比较可以讲我想讲的，对啊。像比较正规的，我就很中规中中矩在讲球，对啊。其他乱讲的我也不敢。来看这个一号球。两颗星，哎呦 ，lucky 哦，还顺势带到二号球，二号球 ，OK 进也没关系哦，三号球还是中长距离的呛子哦。那一只小猴子是那个庄小庄哥哈、哦，小庄哥帮我放上去的，对，大家都注意到了、哦。原本他用了一只很丑的，我把它改掉了，改这只比较可爱。好球，五号球有没有不知道有没有被六号球挡住右上方的底带？
如果有的话，十二球打进推杆两颗星哦，右塞两颗星。好球哦，这个旋转子有出来哦，五号球可以做子，越子越好哦。但是越子越好的话，就要注意一下母球预留的角度哦。六号球，看要怎么做。那个裁判界的林志玲，那请问右边那一只要放谁呢？放一只狗吗？还是放你的照片？那个樱桃小丸子。还有选择六号五六同带哈。现在六座其实关键哈，有看小鸟哥怎么处理这颗球。直接拉的话，母球要记得闪过九号球。哎呀，这个球旋转子没有出来哈，所以母球距离七号球还有点距离，但是 OK 啦，简单固定两颗星，七八同带啊。OK， 没问题，七八同带。那个周小姐，阿伯，你这搞的，无你来用。好球哦，把比数战成了4-5落后哦。哦，顺便预告一下哦，那个21号是我们杰米铺头的那个正式的开幕日哦。然后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三哦，是我们那个年度赛的那个比赛日，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三哦。到时候比赛我们会邀请那个现场的那个温迪咒啊。周以文，那个裁判界的林志玲哦，他会担任我们每一场比赛的那个裁判哦。然后我们的年度赛详细的报名资讯哦，可以追踪一下我们的那个杰米Pro粉丝团哦，上面都有海报哦，对。来，鸟哥的第五次冲球哈，哦，这颗球冲得不错哦，二号连接球 ，OK， 角度也非常好哦，二座三刚好是一个自然的角度。小庄哥去做事了，他一大早就被我叫来，因为刚刚直播之前那个有一些音讯一直处理不好，所以才导致赛事 delay 了大概20分钟。对，他现在处理好了，他去办公室做自己的事情了。对，来看这个三座四哦，推杆三颗星，没错，三四同带哦。嗯，好了，不要再走了。要么你就直一点，直一点还可以哈。刘映成慢慢进入比赛的节奏的哈，希望可以报台北公开赛的一箭之仇哈。今天星期天，然后呢，猴子要擦油漆吗？场面上没有什么困难球哦。哦，他就说他有一些图要修改，应该是台北公开赛拍了很多修改的照片，可能需要修一下吧。我也不是很清楚。他昨天有给我看他的电脑，里面都是妹的照片，我有点羡慕。来七座八 ，OK， 七号球也停得不错哦。
有点偏执哦，有点偏执这种球，个人建议都是尽量中杆一点，然后一颗星就好。对，两颗星的话，怕杆子没处理好，没有处理好的话可能会锁住。对，一颗星，一颗星比较不会锁起来哦。来，最后一个九，最后一个九号球哦，打进就追平喽。好球！比数战成5-5。我们刚上线的朋友没有听到哦。如果有分享的朋友哦，我们。Focus Sport 都会抽出那个台北公开赛的那个送的衣服哦，还是有钥匙圈，对，还有我们杰米铺头也会赞助几件我们的队服给大家抽哦，对，有喜欢我们的队服的人也可以赶快分享哦。来，现在鸟哥的第六次冲球。把握这一次机会哦，看能不能试图破组，一口气把比赛结束哦。好球，三号球有没有配合？有，哎呦 ，OK 哦。可是七号球挡在那个地方，是一个困难点。小声吗？是我的讲话越来越小声吗？我们今天专业的裁判是我们美丽的杰米铺的中班柜台啊。刘一婷哦，他昨天也在1993直播担任裁判哦，今天又被我叫回来，相当的辛苦。那现在这样子呢，我嘴巴离麦克风近一点。这样子有比较好一点吗？四号球打进自然角度可以做到五号哦。好，那我近一点，我发近一点我就想唱歌了，对啊，但是我清唱又不好听，我一定要喝一点酒才可以。看一下我的角度，现在关键这个七号，我也看不太懂该怎么处理会比较好。先看一下六号玉德的角度，哇，选择五号就开了，那你就要拼六号喽，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。这个球还好，母球离颗星边还有点距离哦，所以还可以高杆，还可以低杆两颗星，低杆两颗星做七号，看他怎么选择，还是推杆也可以，看他自己比较有把握的杆法哦。我是蛮想唱的，可是怕破音了。可以宣告，看了一个延长哦。
影响到了哦，没拼进。来看一下有没有 lucky 的。六号球应该是被九号球阻挡到了，卡龙应该会选择一个防守，把六号灌走，看能不能母球躲在八号后面哦。还是要打六界球呢，这么大胆。我应该是要灌走哦，看他四秒的角度。哎，轻的哦，轻的哦，轻的哦。哦，鸟哥追上来，对手难免有点压力哦，手就紧了哦。比赛就是这样子哦，敌消我长。哎，这个球六号球还可以拼右下方底带哦，专心固定两颗星到三颗星回来，嗯。可是这难度非常高哦，对我来说了。还是打防守呢？又保了。鸟哥在拼这颗球的话，明显信心度就不够哦。对，杆子刚出去，人就起来了哦。这是打球的大忌哦。对，一定要完整的出杆，人再起来，对，这样才比较好。好，留下一个。贴壁的六号球，专心固定。子轩，中午好、哦。这位蓝勾勾的子轩哦，是我们杰米部落的好朋友哦，他有在芦洲开了两家韩式烧肉。蓝阿瑟跟首尔富哦，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，东西都非常好吃哦。对，他是我们非常亲密的朋友哦。来，现在看这个九号球 ，OK， 六比五 ，Carlo 又追回了一局哦。鸟哥选择喊了一个暂停哦，那你要不要来棒球啊？等一下回来。麦克风测试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麦克风测试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
麦克风测试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我回来咯，现在声音 OK 吗？有好一点吗？刚刚小庄哥有帮我微调了一下。来看这个二号球哦，不是太好处理。选择一个勾，看有没有形成 lucky 的吊球。OK， 我的声音现在 OK 吗？有正常一点吗？有了，好。来看 Carlo 这个防守怎么打？截两颗星吗？刚一颗星。Ten second。不，直接薄到。这是在本意吗？应该不是吧。对啊，应该是要勾一颗星哦。小光头，你说我讲话太正常，不习惯吗？因为没有人跟我拉赛啊，我就只能专注在奖品上面啊。这个二号球可以过吗？看一下另一个角度，这个角度，哇，好球哦！远距离还打一个片带，可惜运气不好。哦，这个球非常可惜哦，二号球打得非常准哦。现在看刘云成怎么来解这个三号球。一颗星从这边勾放枪的机会比较高哦。哎呦，运气好像还不错。三号应该还可以进攻哦。如果可以进攻的话，我的刚刚好三号球打进，可以顺势把六七带开。哇，这个球算是解得非常不理想哦。
对，刚好这个角度可以让卡罗一颗星把六七打开。六七打开最好是母球两颗星之后插进去六号后面哦，母球还可以扛得够出来，做到下方的四号球。哇，好球哦，二三五得一分哦，他没有插入哦，但是带杖更漂亮。六号球现在刚好有七号球保险套哦，所以待会六号中单应该也是不难处理。五号有没有直球呢？直球的话直接拉哦，如果角度向下的话，拉杆一颗星还可以做中带哦。注意一下时间哦。没错哦，拉杆一颗星六号，还有一个七号，可以辅助一下近带的角度哦，借一下刚好也可以形成七号呛死。好啊，不小心借到应该不是他的本意齁，不小心碰到七号，现在七号球大角度的包球齁，也是稳定性的表现。专心固定哦，对他来说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。好球啊，八号球专心固定哦，退回来一点。哦，这个球八号打得太准了哦，对，那球形成贴壁哦。我真的蛮欣赏卡罗打球的态度哦。刚拿下台北公开赛的冠军，然后连续两场的表演赛他也都打得非常认真哦。好球啊，稳定性真的相当的好。现场收音变太大声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场收音应该小一点点。我都要给我惊到。现在比赛已经进入到后半段了，对。现场又陆续来了很多的球友哦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对，越来越多的观众了哦。来，卡罗第八次的冲球，看一下一号有没有一样很标准金钟带。哦，冲球非常稳定哦，对。现在改成这个冲球的赛制哦，冲球真的是输赢的关键哦。你只要冲得进的话，对，基本上连接球运气不错的话，其实球形都不会太差哦。我们现在看场上这个三号球，有要拼吗？个人觉得应该是打防守吧。不需要口。嗯，打了又不需要。他是不是看我们鸟哥没点呢？这样可以拼、嗯、这个球我个人建议是我是不会打，对，这个
防守也不是很好处理。要打的话，就是打三号的左边哦，两颗星看能不能躲七号。对，打三号的右边有八号在那边，不是很好防，还是要躲八号呢？哦，好球！这个后保度打得非常好哦。哦，鸟哥这个防守打得不错，但是好像还可以打到三号球的保边哦。来看一下另外一个角度，可能会比较明显。嗯，这个角度，三号还打得到哦。卡洛这个后保要打得好，五角才可以两颗星闪八号。哦，选择这么轻啊，哇，露出来了哦，打这样子个人觉得是非常冒险哦，如果后保一个不小心就露出来了，鸟哥要好好把握这次的机会哦。三座四预留角度也非常好哦，五号被八号挡住了，所以应该是低杆回来看是坐中带还是右上方底带。哎呀，再走再走，二分法二分法应该是有哦，角度向下 OK， 中杆大力横过来就可以了。哎呀哎呀哎呀。还好还好，这个球有点没有顿到哦，稍微母球往前跑了，但角度也是 OK 啦，稳定性的表现哦，剩下四颗球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，我来吃应该都吃得完。直球直接拉就可以了哦，注意母球不要 miss 就可以了。好球哦，鸟哥又追回了一局。打进九号球哦，比数战成7-6落后哦。现在是刘英成第七局的开球，跟大家预告一下哦，我们下一场的表演赛一样是我们的卡罗比亚德哦，面对的是我们2003全日本锦标赛冠军的吕辉展狗哥哈。来一号球，这一次一号球没有标准进中带哦，但是是形成一个远距离的薄球。近带难度不高哦，重点是母球的走位哦。看能薄近的话，闪过四号球直台哦，那还要注意一下九号球不要被三号球影，哦，三号球不要被九号球影响到哦。哎，专心固定哦。后了，那鸟哥在打，明显信心度不太够，
一样是一出根，人就站起来哦。翘班不好旁，对啊，还是上班重要哦，看直播就可以了哦。下班有时间再过来。来，卡罗现在要拼右下方底带。母球绕三颗星，好球啊！哦，这个球打得非常扎实哦。卡罗那个中指的瞄准器真的蛮厉害的，那个人的习惯，对，像我自己在冲球的时候，我的无名指也是会一直动一直动，但是自己都是。不知道该怎么讲，就是一个习惯。对，你叫他不要动，他反而应该不会打。这个四号的角度，看要直接拉还是盾该颗星哦，注意一下九号球，不要影响到就好。哦，他选择上面，哦，选择上面是正确的，没错，因为七号球被八号挡住哦。做这个角度，母球方便走颗星。看是做七五同带还是，应该是做七五同带了。中带那个角度应该是不太能进。所以，哎呦，稍微有点潜水哦。那个许承玉下午好。哎呀，厚了！哎呀，卡罗难得进攻的失误哦。对，刚刚的潜水还有八号球稍微影响到他了。鸟哥的机会哦。好，八座九。看怎么选择，看推杆反晒还是顺杆都可以。哇，这个右晒太多了，还好哦，还好没有洗中带。你那个落开哈，放下午好。九号球，好球。到中后半段哦，鸟哥顺利把比数追平了。有、哎、我们台北公开赛第三名的龙哥也上线哦。龙哥在四强赛的时候表现得非常精彩哦，可惜最后还是不敌我们冠军卡罗啊，很可惜。对哦，下一场比赛是狗哥哦。这个球一号也是标准进中带哦，但是母球打中一号的点偏后了哦，所以母球才推到后面，形成一个中带应该是打不了哦。嗯，底带的话还可以打，但是母球打进的话，二号打进母球可能会偏离靠近颗星哦。对，而且三号在那个角在那个位置，母球可能还要再带一点拉杆哦。这个球也是有点难度。我在线的球友们哦，可以帮忙分享哦。嗯，我们有分享送的礼物哦，有台北公开赛送的那个衣服，还有我们杰米波罗我们的队服哦。如果有喜欢的朋友，记得赶快分享。
没问题哦，专心固定。现在三座是放清空，应该是不太可能的。好，看一下鸟哥怎么处理这颗球。打进三号，应该是退回来球台中间会比较没有风险哦，因为下面有三颗球。打进三号，来，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三号球。麦卡，哎呀，敲到，还好，运气还不错哦，没有形成吊球。四号球，我们切一个画面看看这个角度。对，看是要打防守还是要打薄球哦，都可以，看自己怎么选择。两个人是要拼的哦。个人觉得追上来7-7的是可以拼的。小心中带，好球啊！再闪过，敲到六号，好球！啊，运气不错哈。来，现在来看这个五座六，对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，应该不会做到自掉。好，腿杆一颗星，看有没有预留一点角度，偏下方。盾跟一颗星哦，闪过八号就可以了。七座八又成了一个潜水哦，推看还是两颗星都可以，小心哦。触感有点不舒服哦，被八号影响到。OK， 反开一颗星，抛球，稍微一点点角度 ，OK， 也没问题哈、哦。专心固定九号就在旁边哦。我的声音有迷人吗？我觉得我一直卡弹，一直烧香的感觉。好，八号，哎呦，我们鸟哥是不是要迎来这一场比赛第一次的领先呢？好球啊！可能要报台北公开赛的一线之仇了哦。等一下比完赛，换你给他比个赞。预告一下今天的赛事哦，这一场比赛结束之后，下一场是狗哥对 Carlo， 然后第三场是 FSR 面对我们那个杰米普罗的女教练哦谢玉文，然后第四场的话就是 FSR 跟 Carlo 组一队，然后我跟那个韩国来的漂亮妹妹叫金慧玲，对，她专程来从韩国来台湾哦，说是跟我学球了，但其实她是。我们裁判那个怡婷的好朋友哦，所以啊，因为怡婷在我们这边上班，所以他也就刚好来我这边练球，对，刚好安排就是打一场表演赛，这样让他可以近距离跟这些世界级的好手同台竞技，这样都是相当不错的经验哦。鸟哥这次送球很可惜哦，一号没有进，留下一个中长距离的一号球洞口。这番球相当的松散，原则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困难哦，只要是稳定性的发挥，应该都没有问题。哇，一桌二，他又打太拉了啊，叫主崩啊，又爆了吗？这个角度好像还可以打到，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进。哦，看他有点生气，应该是过不了了。嗯，他又在瞄近带点，好像还可以哦，好像就刚好可以过。
哦，有影响到的哦，对，偏薄了。哇，鸟哥的，哎呀，形成一个 lucky 的吊球，可惜了。可以啊，如果有机会上来台北的话，都欢迎来找我哦。不要说学球了，对了，就是互相交流一下这样，这样的友谊赛哦。原则上，如果台北公开赛他们这些大咖选手有来的话，我们都会极力跟那个谷歌哈、哦、张宗正哈、哦、跟他争取一下，来让选手来我们这边打表演赛哈、哦。对，如果有机会的话。哇，这个二号球解球相当可惜哦。其实一颗星不算难解哦，出杆的时候不小心左塞太多了。小鸟这个球解球蛮可惜的哦。如果这球拿下9-7，赢的机会就相当高了、哦。三硕士的重点就是四号球尽量不要做成直球、嗯、就没有问题了。OK 啊，预留了一个大概15度的角度，方便打进四号球，简单下来，4、5、6都同带了，没问题啊。五号的角度应该不是偏右哦，哦，他应该是要做偏左，现在偏右。嗯，中杆大力顿出来，好球。七号球应该是做下方底带了。扣子的话定杆哦，如果有角度的话就横出来，八号左上方底带。好，八号顺利打进，也抓到九号哦，比数应该要来到。平手咯，好，球8-8，来到抢三的局面哦。早知道一开始就抢三就好了。哎呦，讲到嘴角全破了呢。不会第一场就站到强位局吧？那个 Derek， 我这边没有卖意大利面哦，对，这边厨房不够大，没办法煮。来8-8哦 ，Carlo 的第9次的冲球，关键的冲球哦。哦，冲球真的很稳定，可惜哦，运气不太好。二号球看怎么来做防守哦，这个防守也不是很好打哦。来看一下卡洛怎么讲打这个防守。哎，煮泡面也是有一门学问的哦，泡面要煮的好吃也是有难度的哦。
哇，母球，母球，母球，差一点。羽泉意大利面啊，对啊，应该很多人都来找过我啦，但是大家都没有跟我打招呼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谁是谁。玉米浓汤我自己也会煮，不用你带来给我哈。来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远距离的二号球，看鸟哥是要拼 kiss 吗？还是我觉得都这个节骨眼了，也是拼的啦，防守也是不好做。嗯，喊了一个延长哦，差点被我们的怡婷倒掉。哇，好球啊！这个远距离的 kiss。运气也不错，二号还是形成呛死。现在二号这个角度打进，不知道会不会带到八号球。对，推得顺一点的话，又怕四号球力道不够哦。嗯，看鸟哥怎么打这个球。顺一点的话，应该还可以闪过八号球。对，注意一下，不要碰到九号球。哇，还下了左塞，信心度非常好哎。对啊，如果是我，可能就是孤静了。嗯，鸟哥这个二号跟三号处理的非常好，但四号有一点没有太直哦，所以还是要打一个轻推，还是低跟一颗星哦。哦，两颗星母球弹上来 ，OK， 哦，这个角度也不错。五座八关键哦，看是要推杆还是中杆一颗星？哇，鸟哥对这种推杆两颗，哎呀，小心母球 ，Michael Key 啊，卡起来，哎呦，流血嘛闪出来。他应该有听到我讲这句话，所以他嘴角稍微上扬了一下。我适合当主播吗？其实我比较想当选手，只是现在年纪大了，打不好了，所以看能不能转换跑道，看当裁判啊，还是客串一下主播都可以。好啊，鸟哥顺利把九号球打进哦，又把比数拉开为9-8，领先一局哦。昨天卡罗在1993表演赛哦，连赢了三场哦，希望今天。我们鸟哥能把这些气势带回来一点哦。庆庆，你不要在那边，你赶快来把我的牛肉面拿走，还是你已经拿走了？洋洋，下午好哦，洋洋。来，刘云成的第十次的开球，来看一下一号有没有顺利进中袋。哇 ，A 九号，哇，这个冲球出去，一号挤压完全过头了，连带脚都没有碰到。这一次一号没冲进，很伤哎。现在来看一座二号。低杆两颗星哦，绕回去二号做左下角底带，但是三号还是一个问题哦。二号球尽量坐直哦，对，角度不要太大，才方便等一下做三号球。
来看这个力道怎么样。哦，力道稍微轻了一点哦，看有没有大胆一点，大胆一点打进二号，母球就带七号哦。对，他现在在比了。对，从七三中间进去的话，三号也是会呛死。看他二三五打的怎么样。哇，带的也不错，但是三号球另一边底带好像被挡住了，没办法进攻。刚刚七号球带的太薄了齁，左塞明显多了一点，左塞再少一点他又怕被掉到。对，那个邱卫星，我不想要回你的话哈，不然你话会太多哈。专心看球。啊，那个延长哦，他也知道这个是关键哦。这一局再被小鸟拿下的话，小鸟就停牌了。选择薄球吗？角度很大。哇，原来是要控告。没有啦，开玩笑，他打太三号打太薄了哦。哎，运气还不错哦，形成一个大角度，应该是三号也没办法再进攻哦。看鸟哥这个防守怎么来打。这个旋转值，哦，好像还不错哦。切换另一个画面，让大家看一下，三号球应该能打到整颗，但是这个防守也不是很好做哦。对，我们现在这个俯视的镜头哦，到时候还要再请专业的人帮我们调整一下哦。对，镜头有点太大了。对，因为我们的座位区在右手边哦，不是在球台的正前方，所以我才会先把它调成这个角度。哦，卡罗又一个 lucky 的防守哈，哎，我们一样继续在这个画面哦，等下看鸟哥应该是一颗星，右塞勾，看没有看怎么处理。这个球应该也是拼运气的啦。对啊，哎呦，运气好像 OK 哦，进去。好，三号球不知道能不能过。这个角度好像还可以进哦，但是母球绕颗星的路线好像有被七号影响到一点点，两颗星可能会碰到七号。对，除非再绕小角一点，绕小角一点才可以。两颗星、四颗星回来，再做四、三、四同的。来看一下卡罗怎么处理这个球。哦，还是选择一个保守的打法哦。对，防守也打得不错哦。利用中间的障碍球形成一个吊球。我有打哦，我打第四场的双打哦，跟我们的韩国美女搭配哦。这个球接两颗星，哇 ，lucky， 但是 ，OK， 三号在洞口还能跳，这个运气不错哦。
这个鸟哥来跳应该还没身材了、哦、如果是 Carlo 来跳的话可能就有点身材了、哦、你要泡个热巧克力给他喝，问他要不要来两个整个看他口。哎呀，这个 Masse 不够哦，可惜了。来，我们再看场上的球形哦。现在三座四，角度要预留好、哦。运气不错哦，敲完这个角度还可以推杆一颗星哦。如果太直的话，就做六号球另一边的底带就好，应该还可以一颗星了。六四六同带，哎呀哎呀哎呀，这个旋转值，哇，还可以哦，运气还算还 OK。这个球它六号球四号球打得太准了哦。导致于那个旋转值没出来。哦，有点身材哦，太勉强，会太勉强打防守。OK， 没问题哦。Carlo 的身形比较娇小一点点哦，对。有角度的话。角度不够大，直接拉就可以了。哎呀，旋转值又不够了。卡罗最近有点小状况了，赶快回稳了。OK 的，九号球顺利打进啊。来到九比九，抢二的局面啊，太紧张了，搞得有点想尿尿了。来，我们一九九三的周哥啊、哦，也进来了、哦。是另一边的比赛结束了吗？可以问一下是 FS 啊赢，还是我们的地狱怪客？不是地狱怪客，那个许瑞安。许瑞安的封号是什么？我不太记得。科学怪人，取得那封号是科学怪人。哇，今天第一场就打到九比九，有点紧张哦。来，关键的第十次开球哦。哎呀，这个一号球也没进，四号远距离这个组合球应该还是可以进哦。大家 kiss 完之后要注意一下一号艇的位置哦。对，这个角度应该还是蛮顺的。对。你说我吗？我被谁受到影响？我现在看这个一四碰哦，会太大力吗？哎，太大力了。对，
因为一号碰到四号的角度还算蛮薄的哈，所以一号不好控制在袋口旁边哦。对，这也是非受迫性的。我现在看一下这个一号防守，一号还能进吗？还可以进吗？哇，太薄了，可惜了。个人觉得这个球，鸟哥拼得太凶了哦，可惜哦。现在来看，一做二，要预留什么角度呢？推看两颗星。好。虽然是向下的角度哦，但是母球贴壁不好出杆哦。卡头感觉也有点手有点紧哦。那个林同学尽量不要回他话哦，你回他话他就会噼里啪啦讲一大堆哦，你让他自言自语就可以了。他是我好朋友了，不要理他。来看这个二号球，哇，还可以闪过九号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哇，鸟哥相当可惜哦，没有抢到听牌的先机。如果这盘被卡罗拿下的话，角度太大的话就直接低杆出来哦。角度如果小的话就推杆两颗星。选择一颗星出来哦。没有，这一场比赛完的话是换狗哥哦，换李辉展。原本原定是我们淘汰狼的组合要对战那个卡洛哦，但是后来谷歌又帮我们邀请到 FSR， 所以他现在。在1993那边结束之后，会再赶过来我们这边哦。对，就变成卡洛打两场，然后 FASR 他也打两场，只是最后一场是变成双打这样子。对，原本只有三场，变成四场表演赛这样。哎呀，又被卡洛抢到听牌的先机了，比数战成10-9。第一场就要搞得这么刺激吗？现场越来越多观众了哦，对，但是场地比较小一点，所以大家都会包含哦。对，我们现在前面三桌没有开放给客人哦，对，让大家比较有多的位置可以坐着看球。哎，我们现在回到场上哦，卡罗比亚斗台北公开赛冠军哦，最后一次的冲球。看一下连接球，连接球，哇，二号底袋可以过，但是还好，三五还是一个困难球哦。我们鸟哥应该是还有机会上场。在线的朋友哦，有空的话可以帮忙分享一下哦。我们分享的话有送直播礼哦，
有台北公开赛的衣服跟我们杰米铺路的队服哦，有喜欢的朋友记得赶快分享哦。卡罗会不会来个大胆的二九碰呢？我觉得二九碰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哦。还是他要打中带两颗星带开呢？哦，他应该是要二九碰，对，二九碰五球打拉杆还可以下来哦，下来打带跑。对，这个球二九碰是蛮合理的。有别的镜头哦，但是现在这个正在关键，我就先不切换了。哎呀，厚的，哎呀，哎呀，哇，运气真的很好哎、欸。二号进的也是吊球，对呀、啊。在鸟哥要选择跳球还是打一个 Marcel 哦？跳球的话，母球离四号有点近哦。马塞进的话，母球往下滑，又有可能被五号叼到。好，谢谢周哥哦，哇！好球啊！但是妈进一个 Kanako 没有办法做到三号，所以只能再打一次防守、哦。防守的话，母球打薄边哦，母球一到两颗星，甚至三颗星，躲到集团球的后面哦。这是关键的一个防守哦。哇，选择灌球啊！你敢袂伤拼？还好，个人觉得不知道卡罗的眼力怎么样。对，虽然三号最好在档口、哦，但是远距离的保球还是需要一点好眼力哦。而且我们这个公牛颗星比较会弹哦，保进的话很有可能四号球不好做。来看一下卡洛怎么处理这个球。哇，眼力相当好，哇，运气非常好哎、欸！我现在看到我们韩国妹妹已经坐在旁边度孤了，有人可以帮我拍她一张照片吗？哇，这样一来局势就豁然开朗了、哦。哇，走小角三颗星，非常漂亮啊、哦。带子的话就推两颗星哦，角度有的话就一颗星上来就可以了。选择一个两颗星。九号是看做底带还是中带啊？中带比较小，我个人应该是会做底带，看他自己怎么选。对啊，他也是做底带啊，力道的掌控非常好啊。看来是最后一场，最后一颗 game ball 喽。好球啊！哇，我们鸟哥可惜了哦，站到9比9，最后还是没办法在卡罗手上拿下胜利哦，相当可惜啊。不过也是表现得非常好的哦，对， 11比 9， 对，比起台北公开赛，对，被卡罗客战，今天已经表现得非常好了哦。好，我们预告一下，等一下下一场比赛就由卡罗对上我们的风城小子吕辉展哦。那我们这次直播先到这边告一段落哦。待会让他们稍作休息之后，请大家持续锁定杰米铺的粉丝团哦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
去忙的。